击被动什么的，我要面板。别怕了，都给我死！即刻的聚合，怎么对面一个加里奥冲进来？别冲！别冲！别冲！别飞机很猛啊！再 Q 一下。哇，这人站一起，我这个 W 太爽了呗！完了，这我要1000块想花掉，他但是他不让回，那就蹲一下，那蹲一下，那蹲一下，不让回就蹲一下。又不，我看那边全都站一起了，我直接点了个 W 了，一般来都一级不点 W。轮之研习，别急别急，打人嘛，打人嘛。这要是以前我的爸直接大进了，走跟真的，这要是以前我直接大进了，我说太可怕了。不能跟他了，这不跟他换血，不能换。我操中单加里奥不进了，但是你不会加里奥这就来抓了吧，哥？这就很抽象了，可能真来抓了。哎，没事，我操，我不虚了。哇，哎，跑车！不要走了，你哥，这样子被他勾到了。没必要走到那么前面去，那当然，那勾你也不是不行。我觉得后期也没削弱。我说实话，这版本我觉得这前中期都前中后期都牛逼，他不过就是削弱了 AP 加成，我不出 AP 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要是不出 AP 不就没削弱了吗？对吧？他削弱 AP 加成，那我不出 AP 不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什么被动那个灼烧效果变差了之类，我觉得哎，细节看他，哎，我操，牛。就我跟你们讲，小火龙四件套一个 AQ 能打1000多血，上个版本可以吗？上个版本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昨天的就我发的短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小火龙的伤害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但是出装你们这里就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不要按照 OPGG 上面出，按照 OPGG 上面出完了，对吧？垃圾了，那别怪主播，你们按照主播的出装去出，相信我，小火龙我认为有成为 T1 的潜力。好，不追，呵呵，小火龙有成为 T1 英雄的潜力了耶。哥，我回去先闹了个。那这边打起来，这边打起来搬一下，我没什么蓝了。我毙了，加里奥来了。我这有点走，这英雄登场，加里奥来了。能打。别冲动哥，他有屏障，我们越不了。
我跟你们讲，现在小火龙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太在乎层数，不要在乎层数，层数多慢都无所谓，你一定要干嘛呢？有经济，可以越个，可以越个。哎，我操！没事，我应该在。我看着你那慢，然后我就想扛一下。是啊，是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可以永远相信布隆。我操！完了完了！我看到了个，我看到了个，完了，快溜！我的，塔下被直接勾到了，可以打个军团级的暗哥，有没有大刀？没大刀，没大刀的，可以追一下。大哥打得好，好慢。这次军团摁出来了，是啊，没这军团没了，包得摁出来。下次我提醒你，没关系。如果我们不拆了，走了走了。我是只玩 AD 的，有 Q 吗？好，他应该是没了。因为信念木板很垃圾，然后小火龙这版本非常的吃面板，信念木板非常垃圾，小火龙这 A 一下 A 一下哥，随便 A 谁？我操！啊！老子嚣张，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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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你妈！再追！因为小火龙这版本就极度的吃面板，面板是他的伤害来源，像征服者可以提供面板。然后复系的那个眼球射击器也能提供面板，狂妄可以出，真可以出，就是我确实我是不怎么出的。哎，人马来来我后面了，哥你，我在，就拿了吧，我还是死了。算了，闪现哥，你们技能没有，先往退一下，对，有大刀没有？大刀没有哥，大刀没有哥，大刀没有哥，对对对，没事哥，没事哥，有事了，这下有事了，不要，对，扫过了，我们那我们多一手，多一手，别急别急 ，Q A Q 大 Q 加大招 Q 加宽，对，直接把干掉。我那个有没有技能？有 A 大家 ，A 大家哥 ，A 大家哥，好，哥哥走，来了。那锤石没闪，没事，我们先退一波，人马也没大，不要急，有闪吗？没关系，哥交个技能哥，能不能交点技能？完了，交了，哎呦。打龙，都不要先打人吗？先打人，打人先保一下，先保一下。人马哥，啊？这边怎么说？这上面。哥，以为大刀军团怎么一股脑给一下哥？哎呦，这人真的是把关进去干嘛？你站在里面，对，站在里面，把他掩护住，掩护一下，对，牛逼！大龙军哥，哎，这波有水银就很关键了的呀！啊，这狗头一个 W 太恶心了。有人喊我呢。Q 闪没有 Q 闪的，没 Q 能住吗？中的漂亮，
再给个视野哥。我操！没 Q 到他居然。漂亮，都死了。漂亮。有水银这波很关键的呢，飞机没闪。这波水银很关键，真的，说实话。晚安，大小姐。别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小龙啊，小龙啊，格温小姐。W 哥，格温小姐，走了走了，卖了卖了卖了。哎，有机会。啊，他传了。人马残血没大，我觉得有说法。飞机多少血？飞机。龙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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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龙魂。走。人马在，不要怕，来来来，跟我来一下，跟我来一下。你记得 W 我，我一进去啊。死了，他死了。漂亮，好配合哥，正眼你 A 一下，正眼你 A 一下，别给他接灯了，对，Q 不能暴击，但是 Q 有暴击收益啊。Q 不能暴击的，我觉得我再回去一个吧，两个回去，对，我们俩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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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俩是守不住，那这把游戏只能给了。不要怕哥 ，Q 拆塔，对，牛逼 ，Q 不能暴击 Q， 但是 Q 有暴击收益啊 ，Q 的暴击收益是75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100%的暴击力的话，对比零暴击力的话，会伤害多75%，对不对？朝下方向，收益不高，但是他又没有减益，是不是？又就这把就感觉这无尽的面板摆着，就不要无尽的那个暴击被动什么的，我要面板。别怕他。都给我死！火炮，你这把如果伤害够了，就火炮或者复活甲呀，火炮复活甲了，这是稳的，稳的就复活甲吗？是不是稳的就复活甲了？我吃饭去了，哥吃饭了，吃完饭就先不打了，哥。